继续呢，是带来一首咱的欧龙老师，伊讲拜叫伊金龙啊，金龙较好听啊，无，不是这支要给你，那支较要给你，你莫看我唱。哎呦，嘿，老师，你要带来什么歌曲啊？唱下去就知道，他不告诉你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听我们的欧龙老师带来这一首《唱下去就知道》的歌曲，来。喂，哎，来过来听懂。醉朦胧的星辰，主打不要我心沉，多年漂泊日夜缠梦如诉，为了理想我宁愿忍受寂寞一击，爱不渡
是什么歌曲啊？是什么歌曲啊？有人知？知道的举手。你有鬼啊！再换别人。好，妹妹你是什么歌？啊，是谁唱的？原唱者是像刚才。嘿，是咱的文章。好，谢谢我们这位美女，猜这首歌来，美女小礼物送给你。365里路，这条歌是咱的文章，谢谢文章所带来的歌曲，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，以咱的台六吼，咱的大陆那一边非常红，吼，对不对，老师？对对对，哎，对呀。今天麦克风有点怪怪的，刚才讲破虾，是麦克风的关系哦，不是咱的麦克风太好了，不是老师破虾。对啊，今天天气你吼麦克风也会寒，你感冒啊啦，感冒啊。咱的欧良老师吼，他平常啊假日嘛有伫咱的迄、那个，咱的龙岩迄边吼，咱的关庙龙岩迄边。嘿，老师，龙岩遐是倒位？文衡店里。对对，文衡店。嘿，咱的假日吼，咱老师拢会伫遐演奏。有在那个仁德休息站那边。哦，还有仁德休息站。仁德休息站，啊，搁有咱的关庙龙家，咱的文衡店老师吼，咱的欧良老师，咱的吉他手拢有伫遐咧演奏，大家吼，若有介意听伊唱歌，会当去啊欣赏。